本以为是上天眷顾我的一场美梦，可是最后才发现，是一生都逃脱不了的噩梦。对不起，姑娘，当时姑娘的身上伤势严重，所以只能把姑娘带回家里诊治。夜夜若是，别以为你换了张脸，我就找不到你。林将军订婚这种大事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一个聊城的将军夫人，能一眼认出英国主公，你到底是谁？太子就这么恨太子妃吗？要如此执意寻找。你再等等我，等等我吧。只要你是南疆国的太子，我是英国人，我们注定不会有好结果。你说，如果我们不是现在的身份，还会遇见吗？